阿星，我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好像有来呢。哎，老爹，阿妈，哇，后面有这边有贵宾席吗？VIP VIP， 还是不能太靠近，像阿星有压力，你不能弹错。你们要热情一点，我妈看到不热情，她下次就不来看我表演。我压力很大，你看。他们两个第一次看我表演。真的假的？两个吗？所以以前是2015年第一次还是？因为以前他们都是单独来了，他没有两人一起来过了。很短。2015年第一次的约会。
吉他手阿森，现在是他们的 show time 时间。